TV 一号台裁判员王景一，记录裁判员刘媛媛、张家辉，运动员郑宇博、雷义伟。现在比赛开始。雷义伟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雷义伟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的 TV 台直播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张清勇。本场比赛呢是国内组的两位球员的对战，画面左边郑宇博，画面右边雷义伟。这场比赛呢也是败部的第三轮，输掉的球员呢将会被淘汰掉。比赛限时140分钟，将是3局。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将进入到第三阶段，一直双败到底出冠军的比赛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雷义伟开球。中段没有扎进，中带打进啊，单色。左上方这个六呢有点够，有点身材球。轻了，轻了，没有交到，下方底带再来调。中带继续，好，来看这角度啊，两边球后面都是可以去挑黑八的啊。那么左边如果打红三呢，就先上去，把上方的六叫到，带起中低杆，看这白球位置。角度稍稍有点大，你是推库避过12号，还是立杆尾低杆啊，都是可以的。看力量怎么样。这位置会有点薄啊，带一些右塞。
花色，这位置要不要打？十四有打，左上十一，防一杆。再来看花色，还可以跳。看右下，打进过来，中带向上，十五有 K。再看接力，没问题，左上再打，九号留角度，没问题，小低杆一点就可以了。第一局雷一伟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
第二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开球时机，中袋没进，上方仅仅过线三颗。请稍等。继续击打。中袋打进，右上还有，角度上就不太好了。哎，这里边下方两个花色，目前也就是画面上的右下，还是可以交位的，所以对于角度要求还是很高的。啊，先看十一。拼了一杆翻带，看白球怎么样。哎，还是不成。强行看看这个位置啊，左下角还能薄。没有问题。没有打进，
上方底带还有，来看这白球位置啊。右下是没问题的，哎，看看往下推多少。一打一 K， 底带再来，第二局郑玉博胜，比分1-1。谢谢。第三局，雷一伟开球。中带底带啊，有球进。来看看这个上手，右中有单色六，看白球。杆法还是不够低啊，所以说蹭到了这个下方球的右边的薄边，停这位置，看看红三。推防了一杆，先看一眼这个缝隙下方啊，五号球。
这个位置的四中段还是很难的，不好打。下方传了一杆，那这个点位的话，十一右下角有。犯规。白球。吊带犯规了，自由球。直接上手摆了一个下方的弧边球啊。稍稍 K 了一下这个球推，缝隙之间有机会可以打右下了，应该这五的右下角，对，左上是没有的，右下可以。看右下，没打进，那花色，右上方，看看十四。也没问题啊，中的还有，找机会下来呢，先把最下方库边这打了。关键球啊，看准度，中高杆向上，第三局郑玉博胜，比分2-1。第四局郑玉博开球。
左中。好，推过来之后呢，来看下方十一啊，这个位置中高杆下来，右下方还有十。先看一眼中带这边啊，十二号，然后十三还可以打左边的中带，再一推。看下方这个球的角度，哎，向左，第四局雷一伟胜，比分2-2，谢谢。第五局雷一伟开球，犯规，白球犯规，先后自由球。先后自由球，选颜色，哎，中带单色，下方底带花色。单色比较难的一个位置呢，就是上方的二号球这个点位啊。十秒，延时。没有打进，
右上。好，来看这个白球位置，这个力量也比较大，直接下方九可以打。打进之后呢，看看左边十一的这个角度，争取提前去调十。中带，看这白球，啊，翻了一杆下方一 K 啊，但是没进。单色呢，左边可以先把红三打了，给这个一六让带口。中带打薄，上方是以看准度。十号再来啊，继续推两库，哎，右边钻缝隙出来，蹭了个薄边还可以打，继续啊，左边推两库，黑八中带，第五局雷一伟胜，比分3-2。谢谢。
第六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左中炸进。看这点啊，红三，左边中的还有。太薄了。单次打进，黑八呢这个位置右下是没有的，后面可以调右边的中带，现在呢先把右下方两个中局先打掉，先看四这位置，又勾了一下，来看看上方的底带。白球，下方的二呢角度稍稍有点大，这个角呢可以搓一点中低杆的右塞啊，轻推向上。第六局，雷毅伟胜，比分4-2。谢谢。第七局，雷毅伟开球。这杆开球力量啊，明显是加大了很多，但中带是没有扎紧。又是选球阶段啊，右边的中带单色没有打进。
左上再来。啊，这个位置呢，杆法不要太低啊，中杆轻打就可以了。看这白球，右下方。左下单打应该还是没有的，对。传进。好，红三继续。这位置中高杆的右塞，左边可以走两库。哟，这球还有点直啊，如果用右塞走的话，两库这杆法还不能很高。低杆调了一下，运气还不错。 K 到花色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左上还有可以准进之后呢，低杆下来。第七局雷一伟胜，比分5-2。谢第八局郑宇博开球。单色右上也是比较好选。左上再来看黄一，
其现在这个角度还是向下的。中袋推下，好，来看这点，二号的左下是没问题的啊。后面看看六上方的底袋，哎，不好打，就低杆直接上去顶开。他这角度感觉会有点大，看一下准度。黑八看不到进球点，犯规，自由球。中袋再来，中袋一点，好，左下右下中袋下方黑八，第八局郑宇博胜，比分3-5。谢谢。第九局，雷奕伟开球。哎，
中袋这杆没少进啊，啊，左边右边都有。这球局的整体也是比较分散啊，非常不错，花色打一半，中低杆又散下来，下方中带有，底带有，看白球，这球还是打薄了 ，K 到了十一，那只能是十四了。嗯，右边可以推两库出来，然后看看十号、十一左边的中带。再看这个点，右边九号，左边十一，右下十，九局雷一伟胜，比分6-3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为到，判负一局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0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再看看花色，十可以吃库借力啊，把这个六借走。解道，中带还有上方红三这位置要看想法，是不是要走一个细位了？九跟十四的上方叫七中带。K 了一杆，哟，这球看看七，
中大还有。这角度还是有点大。看白球，高杆。左下这进球点还看不到。上方一打 K， 十一还有，右边的十二号中带可以叫的稍微直一点，往下一推。右上再来，看角度。犯规。第十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7-3。限时赛。郑宇博胜，比分4-6。限时赛不允许免球，再有一次判负一局。第十一局，雷一伟开球。这个要看看撞的那颗，对，有没有过一半以上，两颗，中带进一颗，对，13-15这里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感觉上没有一半啊。
再看一遍。没过一半以上啊。请稍等，继续击打。左下还有，哎，看看角度，向上没问题啊。中低杆左上，红三可以打右下，走的有点多，有些过头。这个位置的三号球会有点后斯诺啊。击没有问题啊，再看右边的中带，继续的中高杆向上，这个位置继续啊，带点低杆。底台看准度。第十一局郑宇博胜，比分5-6，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谢谢。第十二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中代扎介。下方没有打进啊，打进，看看中带这颗啊，左上的六呢也可以借停。看这个二白球，轻蹭了一下包边，有效果。底杆往回缩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中的黑板。第十二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7-5。第十三局，雷一伟开球。就看一下第四颗，雷一伟两次开球时机，再有一次判负一局，请稍等。两颗中带没有，三过了，四没过，继续击打。看这点左下角，
再来看这位置，还有左下，继续啊，稍稍推一点点，右塞，白球上去之后呢，可以叫到二号的左上角。再来，这个上方还是有角度的，可以扒来看看焦位啊，左下角，带点中低杆灯弹。第十三局，郑玉博胜，比分6-7。谢谢。第十四局，郑玉博开球。中的有球扎进，右上准进。上方底带还有，10秒，延时。左下继续。这位置的七还是有点角度的，稍稍带点低杆，再看这个点，要不要先把这个四的左上打了？中带第十四局，郑玉博胜，比分7-7，开球清台。谢谢。
第十五局，雷一伟开球。看一下选颜色，中带啊，今天这也是第三杆了啊，右边中带没有打进。花色，中带打进。再来看一下右边的中带，没有问题，打进。好，继续啊，中带。再来，够直就轻推啊，下方底带。这杆球还不直啊，不直，不直的话可以用低杆再调，调下方两边的底带。十五局，雷一伟胜，比分8-7。第十六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中带有球扎进。
单侧是非常好选的，比赛时间已过半，看黑八。这边还是有点相贴啊。先选到，底杆先顶了一下。这个顶完之后呢，看后面的右下角十四有没有挡。哎，这个位置底带还是有打的。再过来抢，再 K 一下。这球呢，厚的有点多。推防一杆，但这球没挡住啊，左上方漏了。再来看右边的中带。这回底带没有了，漏机会。再看这白球，向下角度还是有一点大。底带再来。没看角度，高杆推下来，
右下再来啊，中杆中带，第十六局雷一伟胜，比分9-7。谢谢。第十七局雷一伟开球，中带炸进。左边有黄衣啊，单色好选，好上手，上手拿5-2也没有问题，下方解决一个7的问题就可以了、左边中带呢还有3-4，看这位置，两边中带都是向下角度，再来，中杆横向弹起啊，留角度啊，这个二不要叫直。再来，中低杆，右下角，第十七局雷一伟胜，比分10-7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
第十八局，郑宇波开球。左中，右上啊，单色非常好选，上方两个底带，右边还有中带。下来轻 K 了一下，右中再来，看这白球位置，那么七上去，黄一下来，右边中的这颗角度就非常关键了。顶到没有问题，第十八局郑宇博胜，比分8-10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，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九局雷一伟开球，红三中带扎进，花色中带可以选。再来，这个位置中带有打，向右下呢可以轻轻顶一下12号。选了9，同样是一打一 K， 那么继续啊。这个位置呢，底带可以再打进。留一个合适的球呢，向上找机会把上方11打了。看这位置，
上方一杆准度。中带，再看右下，这就是看想法，右边上去调左中，来看白球，要推，太轻了。左上角的角度有点大，第十九局雷毅伟胜，比分11-8，开球清台。谢谢。第二十局，郑宇波开球。上方有球插进。边库呢稍稍 K 了一下，
右边还有。十五又 K 了一下，这个位置翻左上吧，看一下。看看左上，差了一点点。向方打进，这个点看看右边的带口，继续啊，下方的二号防守，再看看这位置的十五，还可以强行的去保。包进。白球的运气不好，掉在犯规。底下再来，左边继续啊，这个位置呢，中杆右塞稍微强一点就行了。
中带这边角度叫的稍微正一些。继续的杆法低向上，再看白球，中带没有问题啊，轻轻打进，第二十局雷一伟胜，比分12-8。谢谢。第二十一局雷一伟开球，左上过先进，再看雷一伟，酒还有，这个位置呢，看白球想法。第一杆向后的话，弹库起，左边有中带，左边上方有底带。
总代再来，继续啊。右边中带低杆横到左边下方底带，看这位置一杆准度，底带再来，没有问题。本场比赛结束，雷一伟胜，比分是13-8，恭喜，谢谢。好，首先恭喜雷一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！这场比赛也是国内组跟国际组的最后的32强的突围赛，国内组将选出16人，国际组16人，在明天上午的10点，正式的第三阶段正赛双败到底的比赛开打。好，明天上午的10点，不见不散。